我是舒婷，喜欢大家叫我 Boss。 今年大四，想回部落做事的我，学习族语是让我更贴近部落的方式，所以当初毅然决然选择了高师大语言与文化原住民专班。身为部落青年，对部落问题的看见让我多份责任感，即便在外地读书长大，回想过程艰辛，也依然不会动摇我的决心。因为我相信小小的力量也能有大大的影响力。了解自我价值在于是否诚实地面对生活中带给自己的各种情绪，使身心灵在日后面对任何状况时能更平静，也显得游刃有余。常常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想成为全方位的人，不局限自己在什么位置，做什么就是什么。今天我是这个角色，就尽最大的本分做好，是对自己的期许，也是对角色其他人的尊重，更是生活中的态度与信念。我是 Boss 舒婷，善良、谦虚、诚实、知足、负责、幽默的人，始终是我欣赏。我相信小小的力量也能有大大的影响力。马里马里，马萨鲁。